累计吧一查，干部档案，乳名、姓名、伪色，婆母、性别、女，机遇、籍贯、西藏拉萨市，省亲省，种县，中共培养炯炯扎气部，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干部档案正本，姓名陈文沙，一类，履历表，三类，鉴定材料。四类考核材料，五类政历材料，六类入党入团材料。七类奖励材料。八类处分材料，九类表格材料，十类参考材料，西南民族学院嘉奖登表。姓名陈文沙，性别女，年龄17，政治面貌团员，民族照，职务科学生会宣传委员，奖励名称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主要事迹：该同学自去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以来，能够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能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和劳动，努力完成集体交给的各项任务。该同学学习刻苦努力，且有较好的学习方法，长于写作，能为科里和班里办强报，积极撰稿出力，各科成绩较好，年总评成绩优秀。该同学能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自觉坚持早操、体锻，成绩达标，全班同学一直统一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预科系81级高中文班，1983年12月28日，中共西南民族学院预科总支委员会盖章。学年总平均成绩89，体锻车联成绩350。系处意见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员，1983年12月30日，学院审批意见同意授予双称号，西南民族学院盖章。注：一式两份，一份装入本人档案，一份各系存查。一般藏人的习惯就是传统习惯。是这样，就是说你的名字不是说自己父母去取的，藏人的话是说请高师请到把孩子生下来后要把孩子抱到寺院里面，请德高望重的喇嘛或者是仁波切啊这些赐名，就是赐一个名字。所以为什么藏人的名字重复的很多？这个是就是因为那些仁波切在起名字的时候，他一个人要起很多很多名字嘛。就都是用的最美好的那些语言，什么仙女啊，什么金刚啊，或者等等等等，都是美好的词，他就用这些词起的。
所以这些词都就重复的很多。那文化大革命时候，那这些仁波切啊，这些喇嘛都是施救了，施救的象征，他们都被破施救给打倒了，所以也不可能请他们起名字。那我父亲呢，就给我起了一个汉名，就是陈文沙，就是文化大革命生在拉萨的意思。但是呢，他也给我起了一个藏名，就是我因为这个也是个习惯嘛，就也有汉名，也有藏名，就藏名就叫次仁维瑟。次仁就是一般藏人都用这个，就是也表示长寿啊这样的一个永远呐、啊、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就叫维瑟。维瑟就是光芒的意思，光芒。然后就我就那个时候就后来分析我爸为什么要给我起维瑟这个名字，就是我想，因为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有一首流行的歌嘛，就是毛主席的光辉，就翻译成藏语就是毛主席的维瑟，用藏语唱那个歌很流行，所以我这个是我自己猜的，这个我自己猜，我说我爸是不是唱这些红色歌曲的时候觉得这个维瑟这个名字好啊、好，他就把我给我就起了一个维瑟的名字。所以我的藏名好像汉名两个都好像据说是我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就起好了。那当时我因为我爷爷是汉人，所以我爷爷啦他也有汉族人的那种规矩，就是按照辈分来取名字的这样的这个习惯嘛，传统的习惯。那我爷爷那个时候还活着，我爷爷在德国，就是住在德国，我爷爷就给我已经起了个名字，他是按照他们那个家族那样的辈分的习惯。好像到了我这一辈是应该是少子辈，好像是那个少绞丝旁一个招，好像给我已经起了名陈少什么之类，陈少芬陈少之类，我也不知道叫陈少什么什么的，他陈少珍我也搞不清楚，反正他起了一个这样的陈少什么的名字，从德国把给我爸爸写了一封信，因为知道我快生了因为知道我已经生了，他是知道我生了以后才起的名字，但是他就起了个名字叫陈少什么。那寄到拉萨的时候，我爸没有用他父亲给我起的名字，因为我爸认为这个也是施救，这是迷信，就按照辈分啊还是这种起名字也是属于封建迷信的一种，所以我爸也没有用他爸给我起的名字，就我爷爷给我起的名字还没有用，他就叫陈文沙，就是文化大革命生在拉萨的意思，就这样就起了。所以我小时候就一直用的是这个名字陈文沙，但是我小时候也知道我有藏名，因为在学校里面从小反正都知道我有两个名字这样，但是我也就习惯嘛，就一直用的陈文沙。大概到了我读初中的时候吧，我记得 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就把文沙两个字给改了，我就自己自作主张，这个是我第一次可能在名字上的自作主张改的吧，就是我把那个文，我觉得文沙两个字很太简单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喜欢文学了嘛，我已经属于那种文学少年，就我就把文改成了晴雯的文，因为红楼梦嘛，就晴雯的文，沙本来是拉萨的沙，我就改成了莎士比亚的莎，我觉得对，我说晴雯的文莎士比亚莎，这样很有文学色彩。我记得我那会儿改了这个名字，后来那就也就那什么本子上不是都写的这个名字，我爸就看到了，我爸就问我你怎么把名字改了，就是这两个字改了，我就给他讲了我为什么要改。那我爸也觉得反正觉得这个没必要改，因为是他给我起的名字，他有点不高兴。他因为他给我起的那两个字是他给我写的，但是我改过来了，他有点不高兴，但是也没说什么，但是后来我爸爸就，我想后来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用的就我自己改过来的那个字。我爸爸后来给我写的信，他就有时候写信，有时候用他的他给我起的那个名字的那两个字，有时候就用我自己给我改过来的那两个字，反正他也好像无所谓了在这个上面。然后就是我开始发表作品，就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有诗歌在那些
什么文学刊物上，诗歌刊物上发表的时候也用的是汉名陈文沙在。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慢慢自己已经有民族的意识啊，这样的时候，尤其是后来到了康定啊这样的以后，我就觉得我应该把名字改回去。那这个时候我就想调回拉萨嘛，其实我一直小时候从小也就想回拉萨的，那我那个时候已经好像有希望我可以回拉萨。回拉萨，我就说那我既然这次是要回拉萨了，那我就要把我的名字给改回来，我就要用我的藏名。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写了我的写给那边投的稿或者我写的发表的在西藏文学上发表的作品，我都改了，改成韦瑟，那就是绞丝旁那个韦。那个时候也没想很多，因为绞丝旁那个韦瑟是我爸爸起的好的，车人韦瑟都是他起好的，所以我也没想到要那几个字要改啊，那些都没想过，就沿袭那个他的那样写法。那到了拉萨的时候，我就回到拉萨，那我就一直用的是韦瑟，而且我觉得很愿意吧。我觉得我是因为我想回拉萨，而且我觉得那是我的故乡，我也是一个藏人，我就觉得我要把自己的名字都要改回来的了呀。就所以就回到拉萨以后就一直用的韦瑟，慢慢的我从回到拉萨那天起，我就可以说就没有用过，再没有用过陈文沙了。都一直用的就是韦瑟。所以你看我回到拉萨的时候我是24岁，那现在用那个韦瑟这个名字也用了二十年了。所以对，二十四岁的话现在是21年了，也用了21年。所以我自己已经就现在很习惯韦瑟这个名字了。西南民族学预科结业生鉴定表，年值3年制，班级预科高中81级文科班，姓名陈文沙，1984年5月16日，姓名陈文沙，性别女，在校任职预科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年龄18岁，民族藏，党团员团员。讲成情况：高一获三好学生称号，高二在文明礼貌月中获奖，高二获优秀团员、三好学生称号。自我鉴定次序若非次，一晃3年光阴即逝，感慨之余，3年来渐渐往事又历历在目啊。当初我才是个刚满15岁的少年，天真幼稚，盲目好奇贫乏，而今当我以18岁的青年身份告别中学时代时，已经有些成熟，有些稳重，有些主见，有些知识了。当然还免不了青年在这一时期的缺点，如好动感情、冲动、不善于控制自己等。此时此刻，我深深地感谢党对我这个少数民族学生的无比关怀，深深地感谢科领导和老师对我的谆谆教育和耐心帮助。现在我就从德智体三方面来做鉴定。一、德育。3年光阴虽短，但我的思想经历却经历了较大的变化。进校初，由于受社会上错误思潮影响，再加上自己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曾把为个人奋斗当作自己的目标，错误地认为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是真理，进而信奉它。但在张华、张海迪的事迹感动下，在冯大新的自我毁灭的丑恶面目暴露后，尤其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老师关心学生、同学间相互帮助等种种事实，使我对自己的想法产生了怀疑，并终于抛弃了为个人奋斗的观点，
虽然我现在的思想并非上升到很高境界，但我愿意向这方面争取。我的理想是尽心竭力为祖国的建设多做贡献，为我们民族的兴盛摇旗呐喊。我越来越热爱我们的党，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祖国。我愿意在我跨入18岁这个年龄时，向伟大的共产党捧上我的赤子之心。二、自愈。3年的学习使我头脑充实多了，在精神上更富裕了。我热爱知识，愿终身追求知识。我要不断地用知识来完善自己，使我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符合接班人的标准。我在学习上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缺乏毅力，缺乏锲而不舍的专进，有时还犯骄傲自满、耍小聪明的毛病，对待学习也不是精益求精。三、体育。体育成绩一直平平，比较爱参加体育活动，在中学时达到了体育标准，基本坚持2课1操，另外还基本上遵守了中学生守则。小组意见，该同学学习刻苦努力，乐意帮助同学，对工作负责，爱好文学，关心集体，尊敬师长，有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敢想敢干，学习方法先进，兴趣广泛，有时做事不考虑后果。系科意见，该生在预科学习期间各方面表现好，能严格遵守中学生守则，组织纪律性强，能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和劳动，热爱党和社会主义，对工作认真负责，经常为科里和班里写稿，组织强报和板报，积极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强，学习态度端正，求知欲望，有一定的学习方法，知识面较广，长于写作，学习成绩优秀。该生能直觉坚持锻炼身体，体段达标，3年来在德智体几方面进步较大，连续2年被评为3好学生，83年度又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受到院里的奖励。括弧第3学年学校没有评3好，敢于批评不良言行，不足之处是有时遇事不够冷静，易冲动。1984年5月28日，西南民族学院预科盖章。我在民族学院读书的时候，那民族学院它是有藏语系的，也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他们不是少数民族语言系，比如叫藏语系啊，还有那边因为西南民族学院它彝族也很多，还有彝语系、彝文系吧，藏语系有彝语系。那汉语文系就是中文系了，中文系的话我们在那个地方的话那就我如果我读的是个藏语系的话，那我就有机会学藏文了，但是我选择的是汉语言文学系，汉语文系，所以我根本就跟藏文就隔得特别开了，就没有。那等到我其实内心深处没有把语言特别当回事，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后回到康定，在康定工作的时候，我的内心我心里面觉得康定是一个藏地，是那种藏地，但是在藏地说汉语我那个时候认为好像是正常的，所以我在康定的时候我说汉语的时候，我觉得我挺有已经有民族意识了，我已经非常对这个民族的那些很多很关心很关注，我在学习，但是我没有觉得我不会，那个时候已经不会藏语是一件不正常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所以直到90年我回拉萨的时候，90年4月份，我回了应3月份吧，90年3月份回拉萨，回了拉萨那天是我舅舅来接我，我舅舅和他的一个同事到机场来接我，接我的时候我舅舅和他同事他那个朋友就是开车的也是藏人，他们一路都说藏语，我舅舅他们就不说汉语嘛，我舅舅汉语很好的，但他们俩在一起说藏语，我就听不懂，我当时就觉得好别扭，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回到拉萨了，我说我当时已经就是说知识，因为
我的家乡，我回来了。但是我为啥他们说什么我那么听不懂？然后我最记得我就是在那个司机说了一句话，就是快到拉萨的时候，他看到布达拉宫了。他说按照藏人的习惯，你第一眼见到布达拉宫，你是要向布达拉宫磕头的啊。当时我就心里面这句话对我触动挺大的，我到现在也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触动那么大？我说我怎么从来不知道这个事儿？就说我怎么从来就没有听人告诉过我，藏人回到拉萨见到了布达拉宫要磕头。我说我怎么不知道？而他说的是这个是藏人的习惯。我说我怎么不连藏人的习惯都不知道？我很尴尬。所以我就当时就要求车子开到路过布达拉宫，我说停下来让我去磕头。那他们就开玩笑说，哎呀，这个是跟你开玩笑。但我觉得也不是开玩笑，就那种就回到拉萨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种语言的自己的母语的那种丧失，那次就感觉到了。但是回到拉萨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其实也不是一段时间，有比较长的几年有一个理由，就是让我就是我就是找到了另外一个理由吧。就当时我记得我就是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写诗的，因为他就看我那个时候在康定，我就提到民族啊那是什么，那个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他是个诗人嘛，他就说他说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这种人来说，他说对我们这种人来说什么民族啊这些性别啊，那他是个男的嘛什么民族啊性别啊这些都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是诗人。他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就是诗人，别的都不是我们的身份。他这一句话吧，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我也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借口。其实我心里面就是需要这样一个说法，因为我然后就觉得我不会藏语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是诗人，这个才是我的身份。至于是不是藏人，这个都不重要。我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回到拉萨是这么想，然后也没有去学，但是没有好好的去学藏语，就是会慢慢的会就是自然而然的会一些，或者很多好像记忆在复苏那样会一些，都还是很少的，都是后来一直到很后来才发现，就是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借口啊？就是自己一直因为这个心安理得的，就是说我是诗人，我不用去学藏语。就其实这就有时候觉得，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个时候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一种自己对自己的一种一个错误的那样的一个吧看法。就要是我那个时候回到拉萨就开始，虽然意识到已经很尴尬了，因为你不会母语的尴尬，然后去学习学母语学藏语，这样我可能现在都文字都会了。但当时就是觉得我试试以至于就是很到了很晚，大概我第一次学藏文是98年，98年正式去拜老师。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学校西南民族学院，系科汉语文系，专业汉语文专业，姓名陈文沙，填表日期1988年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制定，四川省教育委员会翻译。填表说明：一、毕业生必须抱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填写本表，填写时应利用钢笔或毛笔，字迹要清楚。二、表内所列项目要全部填写，不留空白。如有情况不明无法填写时，应写不清、不详及其原因。如无该项情况，也应写无。三、本人学历及社会经历，自入小学时起，依时间顺序详细填写，年月要衔接。中途间断学习和工作的时间也要填入，并加说明。四、家庭主要成员是指直系亲属（括弧父母和爱人、子女）。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对本人影响较大、关系密切的亲友。五、本人身体健康状况
主要填写有无疾病和体质强弱状况。六、贴最近一寸正面半身脱帽照片。七、若有其他问题需要说明时，可另纸附上。姓名陈文沙，性别女，陈用名沙子，尾色，出生年月日1966年7月21日，家庭出身国家干部，本人成分学生，籍贯西藏藏族自治区拉萨，民族藏，现在家庭住址四川康定甘孜郡分区，是否华侨，侨居何处，无，何氏何地，入何氏何地何人，介绍参加共产党或共青团。1982年5月4日，于康定中学由老师田静同学介绍入团。本人身体健康情况健康，婚否，对方姓名，政治面貌，现在何处，任何职，无。家庭经济情况及主要经济来源，全家五口人全靠父母的工作收入，父亲级别15级，每月工资大概330元，母亲级别不小，每月工资大概200元。何氏何地，因何原因受过何种奖励和处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本科1年级分别与道孚中学、康定中学、民院英语科、民院获得三好学生、优秀团员的奖励。1987年有3首诗与贡嘎山87年2期上发表，有1首诗与南京诗对话87年1期上发表，有1篇影评获成都市诗影评3等奖。1988年有3首诗与星星88年7月上发表，还有1986年曾获院大学生征文1等奖等等。及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甘孜报上发表数篇文章，从未受过任何处分。本人学历及社会经历，自何年何月起至何年何月止，在何地何校或单位学习或任何职，证明人现在何处。1971年在甘孜州道孚县托儿所，父母现在康定。1973年7月至1978年7月在甘孜州道孚县城宽小学读小学，同上。1978年9月至1980年1月在甘孜州道孚县中学读至初二上期，同上。1980年3月至1981年7月在甘孜州康定中学读初中，同上。1981年9月至1984年7月在成都西南民族学院预科读高中，同上。1984年9月至1988年7月在成都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读本科，同上。家庭主要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他们的姓名、年龄，在何地、何单位、任何职，政治面貌，现在与本人的关系如何？父亲陈宽德，51岁，康定甘孜郡分区参谋长、党员；母亲陈玉珍，46岁，康定甘孜州公安处一科科员、党员，均是我物质上、精神上部分的依靠。妹妹陈文红，20岁，康定甘孜郡分区服务部营业员；弟弟陈文新，18岁，今年与康定中学高中毕业，团员，也是我精神上（括弧）部分的依靠。大姑姑陈宽庆，48岁，马尔康阿坝州地震局干部，党员。大叔叔陈宽兴，36岁，康定甘孜州州教育局副局长，党员。舅舅迟来道吉，48岁，西藏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西藏研究主编，党员，对我有所帮助。家庭主要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中有无被杀官管的，与本人关系如何？无。自我鉴定。大学4年仅仅漫长人生中的一小节，然而对于我，它意味着使我脱胎换骨，
从德语上来讲，我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其思想基本原则及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及其等等。我热爱祖国，热爱人类，热爱写作，我情愿为他们再死一次。22年，我终于明白所有的一切都将烟消云散，但我仍然愿意像希腊神话中的那个西西弗一样，努力不懈地向上推着一块永远不会停止滚下来的大石头。从智力上来讲，我认为自己智商太低，故偶尔真真切切地想一想，我不会种地，不会做工，不会打仗，数十年寒窗苦读，我竟一无所长。即使在方格纸上爬上一些文字，不仅那些字不是我所能左右的，而且最终形成的格局也相当拙劣，而此等伎俩竟是以后谋生之手段和目的，实在啼笑皆非。活着，我唯一感谢的是自己有一颗热爱知识、追求知识的心。从体育上来讲，身心脆弱，易受外界影响，故追求如火不如如水不如，如火不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最佳境界，虽说修炼在即，但效果尚未显现，故我还需努力。本人签名陈文沙，1988年6月25日。班主鉴定：陈文沙坚持思想基本原则，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刻苦认真，态度端正，成绩优秀，获过得过奖学金，业余刻苦创作，多次有习作发表，有一定的写作水平，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对艺术、宗教、电影都有一定学习，有个性，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对同学热情，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班上的强报、小报都积极投稿，热爱班集体，曾任班上的学习委员，乐于承担工作，对本职工作认真负责，体育上达到学校测试标准，希望该同学在体育锻炼上加强，坚定毅力，同时将其诗歌的内容拓宽，让更多的人接受，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不断前进，把自己对人生、时代、社会的认识在更高一个层次上在诗歌中体现出来。班组长签字：王洪斌、石云华，1988年6月29日。学校组织意见：基本同意班组鉴定意见。西南民族学院盖章：西南民族学院语文系盖章，1988年7月1日。我小时候看那个《龙炉》那个电影，我以前在道夫的时候小时候看过，后来到民院的时候又看过。在民院的时候好像高中的时候就看过这个电影，然后本科的时候又看过，就学校组织的那样看。那我小时候在道夫的时候看那个龙炉的时候没有什么，我觉得我的反应就可能跟所有其他人一样啊，就说哎呀怎么那个时候好黑暗啊，就西藏真黑暗什么什么啊，就啊好像觉得 我的感受跟大家的感受是就跟其他人的可能都一样。但是我在民院的时候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在读那个我已经觉得有点别扭了，就是我在那个读高中的时候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已经有点别扭。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老师放那个电影的时候，他会强调，就好像是说他不光是说这个是旧西藏，好像还有觉得这是跟那个一个民族有关，就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不舒服，就有点不舒服，但没有那么明确。比如到了本科的时候再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又是一个组织的那样的一个，好像那个是一个什么写作什么中文写什么那样的一起看，那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民族了，那不光是藏族，也有汉族，其他民族都有一块看。那看的时候他们就会那个觉得，然后他们看完那个电影的时候，那些同学看你的眼神都好像不对了，就觉得觉得好像藏族怎么好像有一种那种过程。所以我现在也在就是想这个过程，就是《龙炉》这个电影有一种就是把整个西藏给污名化，就这样的一个，他这个污名化的不光是说是旧西藏，甚至可能整个民族都觉得你比如说那个电影里面觉得
喇嘛也很坏啊，然后寺院的喇嘛活佛都很坏，就是穷人也很脏啊，那些藏人的穷人也很脏，贵族都很坏，所以贵族虽然穿的比较光鲜啊，但是也很坏，就给那只有解放军是最好的了，解放军去解放了他们等等，那你这个里面就给一个民族也打了标签，就这样。那个都是慢慢意识到的，他当然小时候可能就在成都那会儿读书的时候，很多东西就是都是怎么讲，就是在成都我上学就很多经验都是新鲜的，就是第一次，就是跟小时候的经验都不一样了，就是你在这会你会遇到就怎么讲，就是说要别人是这么眼光在看你啊，就说是哦，因为你好像不是你自己一个人了，你背后好像还带了一个符号，就是你是藏族。自我总结：1988年7月，我从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系毕业，来到了甘孜报社工作，迄今有一年了。回顾这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我深深地体会到，在领导老师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在各方面都有所提高。在这里，我主要对思想和业务这两方面总结如下。首先，从思想上来说，23年的成长过程，尤其是这一年的经历，使我树立了比较明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概括而言，即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对于中国的繁荣富强和实现现代化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要坚定不移地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起好党和人民的喉舌作用。当然，由于性格及思想觉悟所致，我经常的不免有种种小毛病暴露出来。我愿意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培养下的新闻工作者。其次，从业务上来说，虽然我学的是中文专业，比较缺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能力，但是这一年来，在领导老师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能够采访、撰写新闻稿和及编辑等了。同时，对于新闻工作，尤其是具有我国国情的新闻工作，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进一步理解了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小报的新闻工作者的酸甜苦辣。当然，在这里，我也避而不谈自己在工作上的惰性，以类似自己对文学创作的入迷为借口而不求进步。总结至此，我自知很不够，真心的希望领导老师和同志们对我提出宝贵的意见，以利于我今后的发展和进步。陈文沙，1989年7月11日。干部登记表：姓名陈文沙，性别女，出生年月1966年7月21日，家庭出身军人，民族藏，工资级别70元，本人成分学生，文化成都大学，参加工作时间1988年7月，籍贯西藏拉萨市，入团时间1981年5月4日，原单位职务无，身体情况良，有何专长，爱好写作，主要工作经历合适合地任何职。1973年9月到1978年7月在道孚城宽小学念书，1978年9月到1980年1月在道孚中学读书，1980年3月到1981年7月在康定中学读书，1981年9月至1984年7月在西南民院预科班念书，1984年9月到1988年7月在西南民院汉语专业读书。现实表现：该同志热爱党，努力学习，团结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其子宣明的反对动乱、暴乱以及拉萨发生的骚乱，业务上有进步。有何政力问题和组织结论？无。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无。家庭主要成员、政治面貌和主要社会关系：父亲陈宽德党员，母亲次仁玉珍党员，姑妈陈宽庆党员，舅舅次来道济党员。
爱人情况五，子女姓名和职业五，对工作分配意见五，中共干支报社党组盖章填报单位干支报社填报时间1989年12月22日。申请调动报告，报社领导，我于1988年7月被分配到干支报社工作，至今已有一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我收获很大，从一个刚出校门、缺乏实践经验的学生，成长为今天能够采访和编辑的新闻工作者。这与编辑部的老师和同事们的帮助分不开，我永远对此感激不已。但我因热爱文学创作，对新闻事业缺乏应有的热情和能力，并且经常在新闻工作中感到力不从心，所以我一直想调到一个适宜进行文学创作的单位上，以尽绵薄之力。目前我已联系妥了所要调往的单位，即西藏文联。在这里，我恳切地要求领导同志考虑我的这一愿望，并予以批准。谢谢，此致敬礼。陈文沙，1989年11月17日，经验办公会研究同意调出该同志，1989年12月2日，经总编办公会议研究同意该同志调出干支报社盖章，1989年12月3日。干支报社，干支州委宣传部。我报汉编部助理记者陈文沙同志要求调西藏文联工作，经总编办公会议研究同意调出，现将他本人申请已并呈呈报部里，望请查收，致以敬礼。中共干支报社党组盖章，干支报社1989年12月4日。中共干支藏族自治州委组织部西藏自治区人事局，现将陈文沙同志档案一带体检表记上，请查收。李局来函，藏人调函89第150号，中共干支州委组织部90年2月3日。干支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体格检查表，姓名陈文沙，性别女，年龄23，籍贯拉萨，检查目的工作调动，住址甘孜州军分区，职业编辑，家庭病史无特殊，曾患过何种重要传染病无，身长1米55，体重48公斤，体温37.2度，脉搏70次每分，血压110至70，一般情况皮肤正常，淋巴正常，营养中，发育上，头部眼正常，耳正常，鼻正常，视力左1.5右1.5，变色力正常，听力左正常右正常，咽喉正常，口腔正常，胸部正常，肺正常，胸部透视正常，腹部肝胃叩击，脾胃叩击，四级正常，其他正常，体检正常。四川省干支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医务科90年1月8日盖章。干部调动联系函，藏人调函89第150号，四川干支报编辑部陈文沙同志信里处干部因工作需要要求调我区工作，经研究请按下列第3项意见办理：
一，根据中央关于西藏干部在适当时候可内调回原籍、爱人所在地或进藏前工作单位等规定和西藏干部的实际情况，拟统一内调，现将档案及干部调动登记表等材料寄去，请协助安排，单位确定后请复函。二，拟处月日至地号函息，统一调出，先将同志档案等材料寄去，请查收。三，请将该同志全部档案、德才表现、健康状况等材料一并寄我局，待工作确定后再函告。四，因工作需要和其他原因暂不同意调出。五，由于等原因暂不同意调入，请协助做好思想工作。西藏自治区人事局干部调配专用章盖章，1989年12月27日。甘孜报社，陈文沙同志在三乱中的表现情况。一，在拉萨三五骚乱期间的表现。1989年3月，在西藏拉萨发生了一桩企图分裂祖国的骚乱事件。这期间，陈文沙同志在编辑部副刊主任编辑工作，无任何支持骚乱的言行，并坚决反对企图分裂祖国的行为，在工作中积极编写维护祖国民族团结的稿件。二，关于在春夏之交北京发生的动乱和暴乱的情况，今年春夏之交及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反革命暴乱。这期间，该同志一直在编辑部副刊组担任编辑工作，无任何支持动乱的言行。在逐渐了解事件真相后，他认识到这场动乱到暴乱的实质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在单位学习时，他严厉谴责暴乱，并在工作中坚守岗位。甘孜报社汉文编辑部盖章，中共甘孜报社党组盖章。甘孜报社1989年11月18日。是作为培养对象啊，他们就是要让我当西藏文学的副主编，然后就在北京这鲁迅文学院就是学习嘛，要那次要学习，好像是半年还是一年，就到北京来学习。那个之前以前也，就是因为从档案当中也可以看到，就我有些写那个业务总结的时候，我好像我编稿子编得好啊，超额完成。所以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这方面他们认为还是业务上他们还是肯定。那以前就是一直说要要让我当什么副主编啊等等，但是呢就一直在犹豫，他们就觉得我的思想是有一点问题的，所以一直在考察考研。但是在这个考察过程最后觉得是可能也没实在他们没人了，那个时候那就说是还是让我当副主编，然后就到北京来，不是上学北京来学习。学习的时候正好遇到非典，非典就停了，那个学习也停了，我就记得可能上过两三次课就停了，停了就北京待着不敢回去，当时就待在北京。结果这个时候我的书出来了，我也很高兴。我真的没有意识到会有今天这种，我没有意识到当时这个书会被禁，都没有意识到，更没有不会意识到今天这种结果哈，到禁完全没有意识，我还挺高兴的。我的书出版了，我还是跑到。我那个编辑，就中国的那个出书制度也很奇怪，就这个说起来话挺长，就是我的书给了那个华盛出版社以后，就好像就一年以后，那个编辑东给我说一句话，说书出来了。我就那会儿好像问他在哪里，他说北京可能有卖的，他说我给你寄，但是寄可能比较慢，我还跑到西单去买，还真买到了。买到了以后，我当时买了好些本，我就送人，我就送了好多朋友，送了那个。后来回到拉萨的时候，我也送了，包括我们的那些，文联的那些，就后来给我车轮大战的那些人，我还都送了，那些什么这个书记呀、我们的主编啊，我都觉得啊，我出书了，给他们送一本，因为平时的关系挺好的哈。我都给他们送了以后，又回到北京来。零三年，
03年的，哎，不是，03年的年初就出了这个书，那个时候非典还没有开始。年初出的时候，我03年也在北京，对，那个时候不是那个跟我住在王力宏那儿嘛哈，我就03年回年初回去过藏历年的时候，我就把书送给很多人，然后他们当时也很有意思，那些文联的很多人，那些人看的书还挺高兴的，说啊写得好写得好，包括后来给我车轮大战的人都说写得好，然后就让我去北京读那个鲁迅文学院，我就走了。走了以后还沾沾自喜，哈哈，还挺自得的，还没想到，根本没有想到会怎么样。结果突然记得是很北京很热的时候，我的那个朋友，就文联那个，一个叫贾阳希热，他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那个，但是他是那个作协的副主席，他也是党员，也是什么什么。但我们个人关系相当好，非常好。他是一个真正，就是他过去是个牧民，他是在一个藏北那个草原上牧民，然后1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中文。但他从小他肯定就是那种有那个天赋，写作的天赋，诗人那样，他就开始写，以前就写作，就慢慢就越写越好。后来他就调到文联来了，就当了作协副主席以后。但是他的汉语肯定就是说表达还是汉语没有那么特别流利，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当时就是他每次写什么东西都要给我看，然后我就帮他改，所以我们关系很好。他就当时就知道了文联，就是当时据说是统战部来了一封信，就是好像是给自治区吧，就说是出了发现有一本写西藏的书，而这本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就给西藏自治区来了一封这封信。那西藏自治区就那一看的这样一封信，那这个这西藏的话，政治错误是一个很严重的话题，那简直就是需要所有的这些领导这些官员都要去全力以赴去对付他。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书有，再加上统战部来的信，中央统战部是他们的上司，他们顶头上级，他们既然发话了，那他们就开始琢磨。当时我压根儿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说是跟对于西藏笔记，组织那个审读小组，文联有一个审读小组，宣传部有一个审读小组，自治区新闻出版总署有一个审读小组。然后他们就审读这本书，每个审读小组都有自己的批示意见。那后来就一直认为这个书有错误，要处理这个，然后就要让我回来，就要接受这个，就要去检讨，自己要认识自己错误。当时就是我记得是就北京很热的天气的时候，贾阳告诉我，贾阳先生就他就突然有天给我打电话，就说你的书出事了。当时我半天没反应过来，我说你是不是说错了，我还以为是说的是我的书那有好事呢。他说你说错，我说怎么你说错，他说真的你说出事，你得回来，他说你得赶紧回来。我说到底怎么回事，他当时他就不肯跟我说细说，后来因为他都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后来我就跟他写信就自己去问，他就说是他就慢慢给我透露，说让你还是要回来，因为文联已经不让你再继续学习了。就当时那个非典已经结束了，非典结束了，不是这个鲁迅文学院的学习又继续开始。那个时候文联就已经又派了一个人来顶替我的，就把我给换了，那我就只好回去了，我就回拉萨，回到拉萨以后。贾安西热就给我，贾安就来了到我们家，就说正好文联已经决定了要对你做出这个书有错误，然后你呢要接受文联的教育，然后那些领导都分工了，就是每个领导找你谈话，就车轮大战嘛，就要教育你。然后我特别真的那会儿真的是很不舒服，很震惊的，又说怎么会到这个地步。然后我就问贾阳，我说主要是要让我认识什么错误，他说主要是在达赖喇嘛的问题上。
那就要在这个问题，其实最后归根结底就是这个话题。他们就是如果我在我说达赖喇嘛确实我不值得我信仰，他确实是一个什么分裂分子啊什么什么的话，那我就很轻松的就过关了，就没事了。也不是说是没事啊，就是我过了，就已经被他们教育成功了，那我就可以保住，至少可以保住我的这个工作，就是这个，然后至少有一份薪水。就是当时所有的焦点就纠结在这儿，就是如果你被开除了，你就没有薪水了，那你没薪水你怎么活啊？就是这个问题上。所以当时就在门帘，那我就只有接受车轮大战了。这接受车轮大战，我其实那天那个日记里面写的还不够。其实那种当时那种感受，今天我其实记得很清楚。就当时我就说是啊，我说真的是像文化大革命，因为那些给我车轮大战的那些人啊，就是平时都是我们关系非常好的人，我都觉得有包括我们编辑部的主编，还包括那些什么作家，因为文联毕竟是和其他的单位还是不同的，就是文联还是其他的国家机关单位啊，里面有很多的那种，那种就是很刻板的那种人存在，就是很也没有什么个性啊。那文联好像还至少是，它就像它的名字嘛，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它这个里面就有文学家还有艺术家。所以找我车轮大战的这些领导里面，有的是作家，都有名气的，都很有名气的，比如像马丽华很有名吧，写西藏的，扎西达华很有名气啊。那艺术家像韩淑丽啊，那很有名啊。那我觉得我平时也很尊重他们，因为我觉得我首先过去也没把他们当成官员，当成领导，都是觉得我跟他们很亲近，因为他们的作品我喜欢，包括喜欢什么喜欢马丽华的作品啊，扎西达的作品啊，包括韩淑丽的画啊等等，所以我把它有一种那种亲近感觉。结果这个时候车轮大战了，那这些人立马都变了面目，那完全就是你错了，你必须交代怎么。这个时候我会很惊讶，我就觉得一方面觉得是就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在经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一个过程，另外一方面就是觉得这些人我以前都很尊重他们的，我说他们是作家艺术家，结果原来是这样啊，就会有这种感受。另外还对人性也有认识，就我觉得那次就是很多人，有的人就是没有出事之前大家是朋友，出事之后那种落井下石那种本事特别，背后就是叫什么背后使刀子的那种人一下就出来了。这个也是一个好像真的是一次教育人性的那种教育。所以当时我就那个过程反正就是经历了最我觉得他们最险恶的，也最我让我到现在也想起来就是特别不能接受，就是他们有一个决定嘛，就当时在会议上决定，就是要找我妈妈谈话，找我母亲。那这个我觉得是太过分了，我当时给他们说，我说不要找我母亲，我已经是成人了，但他们执意去，而且还到我家来了两次，就文联的这些要车轮大战的这些，那这个压力就他们就压到我母亲头上，以后我母亲那这种家庭的压力我当时是差点承受不起的。我觉得单位啊这些人的压力我可以对付，但是我妈妈每天哭哭啼啼的，这个的话我受不了。我永远是一个信仰佛教的西藏作家。文联党组对西藏笔记的指责主要集中于对宗教以及对西藏现实的看法，要我过关则是要我承认信仰佛教是错误，承认我以自己的眼光观察西藏现实不应该，必须在未来的写作中放弃宗教以及对西藏现实的描述，必须遵照
官方口径等等。对此我只能表示，这个关我过不了，也不愿过。而且在我看，这种过关有悖作家的天职和良心。目前留在拉萨接受我不会接受的教育，既不会有结果，也给大家增加不必要的麻烦，文联也难以交差。因此我认为最好的选择是我暂时离开拉萨，在外地等候有关部门的最后处理。我愿意为我所做的选择承担一切后果。韦瑟，2003年9月14日。这一篇是给那个主席的，要念吗？刚才这个是给文联党组的信。起了个标题是吗？这个也念啊。这里面写的强平主席就是文联的主席，对不对？尊敬的强平主席，11日上午的谈话之后，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尤其是今天下午你亲自来我家看望我母亲，更是令我不安。一方面是因为你对我由衷的关心和极力的关怀，这段时间以来长期抱病的你为我和我的书所承担的压力，以及你为此付出的心力，都是我所能够想象能够体察到的。在此我唯有再次重复我当年向您表示过的歉意，以及无法言传的感激。长期以来，在您所领导的文联这个环境，对于将写作视为毕生事业的我来说，一直是宽松有加，帮助有加，对此我深表感谢。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我和我的书给您以及文联带来的麻烦，使得我在谈话中深感负疚。所以当你安排我参加去青藏铁路的采访团时，虽然我有自己的想法，却未能及时表达。您对我的关切之情，您对我的推心置腹，使得我无法当面向你表示拒绝，以致您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而我此刻写这封信的目的，正是表达这一退出的决心，这无疑是我的不对，恳请强平主席谅解。同时我也跟文联党组写了一封信，其中是这样写的：对西藏笔记的指责主要集中于对宗教以及对西藏现实的看法，要我过关则是要我承认信仰佛教是错误，承认我以自己眼光观察西藏现实不应该，必须在未来的写作中放弃宗教，以及对西藏现实的描述必须征召官方口径等等。对此我只能表示，这个关我过不了，也不愿过。而且在我看，这种过关有悖作家的天职和良心。目前留在拉萨接受我不会接受的教育，既不会有结果，也给大家增加不必要的麻烦，文联已难以交差。因此我认为最好的选择是我暂时离开拉萨，在外地等候有关部门的最后处理。我愿意为我所做的选择承担一切后果。以上所述唯有再次恳请强平主席多加谅解，而做出这样的选择对于我来说也实属无奈。我真的不愿意辜负您对我的期望和安排，但事已至此，我只能选择这种方式。强平主席，我会永远记住您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为我所做的一切，记住您在和我以及我的母亲谈话时所说的许多真诚的话，这些话会永留我心间。有句俗语，大恩不言谢，尽管无以为报，但也请容当厚报，致以深深的歉意和敬意。不听话的韦瑟，2003年9月14日。中共西藏自治区文联党组决定，暂文联党组2004/25号签发人杨世军关于对韦瑟同志的处理决定。韦瑟同志于2003年9月14日离开单位出走区外，
达七个月以上，并留给文联党组信称，我愿意为我所做的选择承担一切后果，已违反了国家对干部职工管理的有关规定，参照国家公务员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有关精神，经中共西藏自治区文联党组2004年4月27日党组扩大会议研究决定，对韦瑟同志按自动离职处理，特此决定中共西藏自治区文联党组盖章2004年6月10日主题词干部处理决定，抄报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人事厅、自治区编办、西藏自治区文联办公室，共印6份，2004年7月2日。干部档案目录。这个档案还是不完整的，就是被他们处理了。嗯，有些东西他怕，可能，涉及的东西太多吧，甚至涉及到他们个人，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人做的嘛。他要看某个人，他会觉得啊，这个会不会对他不好，他就把他取掉，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他这个不是机器啊，是个人做的，他就会把这样的事情做。所以当时，但是所以因为前面看了这么多各种各样的档案，一下子突然出现一个最后的处理的这个决定，实际上是很突兀的嘛。要是因为所有的人要是光看前面这个的话，觉得这个是相当一个合格的党培养的一个那种接班人的那种形象，很合格。虽然偶尔有点文学青年，有点抒情，但这些都是可以原谅的哈，都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光看这个是这样，但是突然会出现一个这个一个文件，而且这个文件是就是要了解这个什么这些体制啊，或者单位就知道
什么东西有这个红头啊，他们不是叫红头文件吗？在中国的话，这种红头文件是很有象征性的嘛，哦，它是有象征着什么那种有权力权威这样的官方的权威，所以前面都没有一个红头文件，突然出现一个红头文件，这个不光是很突兀的，而且是特别生硬的，而且很强势的，哦，就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中间没有过渡，这个就很奇怪，这个过渡的东西到哪儿去了？对，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很就这个档案是个很应该可能是不完，应该是不完整的，我就我自己感觉。那当时在做这个，那从这个他的这个处理决定里面，也压根看不出来，就是我是因为什么真实原因，是因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处决定，这样的处理，他也没交代。但是话又说回来，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档案，我们就会觉得他真的档案就是一个谎言，整个都是被谎言、谎话、谎言给包裹起来的。前面是你在说谎，你在说套话，说假话，人家也对你的假话做出肯定，他是包括这个领导也好，是你学校里面的老师也好，是工作以后的单位领导也好，都在编织这个假话嘛，大家都在一起在做。那到了最后这个文件的一个决定里面，他的这个决定依然是一个假的，他就说你处理你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他不提他的真实原因，所以整个档案看起来又还是在怎么讲，就是他们在编织这个谎言的这个过程中，他也是个完整的从头至尾，这个是完整的，他一直在说谎，一直在说谎，只不过在这次说谎的时候你已经缺席了，前面你说谎的时候你都在参与，因为你也要不断的说谎嘛，但在最后这个说谎的时候你被他缺席了，因为他已经处理你了，从此以后你的答案就到这儿就结束了，就是说不是说这个人的生命结束了，而是说你这个人就在这个体制内的生命就结束了，就在这个你脱离了他的这个圈子了。是这个雪顿杰出事儿了，喂，是吧，我是王立雄。哎，大家你睡觉了吧？啊，对不起啊，那个我们现在在格尔木被拦在这儿了。格尔木进藏的那个山口，他现在他
他就说我们没有违色，就我们都可以，我和朋友搭车，我们搭车的搭这个车的朋友都可以，就违色。他说因为是藏族，必须要和本人相符，就是要开一个证明，这个证明上面有要和本人相符的基本情况，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前往西藏的目的地及进藏事由，进藏后你居住的地点及在藏活动的时间，进藏人员有无违法犯罪记录，本人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及担保情况，开具证，完了是开具证明的公安机关联系人和联系方式。那我们跟他说啊，格尔木出来30公里就是一个检查，第一个检查站，不是，我们从格尔木，我们昨晚在格尔木住的，现在就开始往拉萨走，今天早上5:30出发，开到这儿跟他已经交涉半天了。我们说我们是内地的，就是维瑟是内地的藏族，内地的公安机关也不给开这个，再加上我们是住在北京，那长春那边的公安机关更不给我们开。然后我们这边，他说是四省藏区，但是后来就说所有的那个藏人都不行。然后说进去有17个检查站，那么，他这也放了，后面也不能放。我看恐怕，如果要是真是我们回去的话，那恐怕得跟他们上层协调一下。他这边如果有个通知的话，好嘞，他说啥？他说他只能问，然后稍微晚一点。我估计现在他没有上班的时间。是得下去吗？我那个小包，身份证什么的呢？你的小包，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他不要可能。驾驶证是我，驾驶证我的。行驶证，拿行驶证就行。护士也不过来，是要检查吗？检查啥？身份证在看，在什么？身份证。你哥身份证什么都拿了是吧？拿了，再检查一下看看。拿了，我在这。这个暂时不用。漏水，小心点啊！这个屁股这儿是湿的啊。没事，先走了。
东西。啊，东西太多了。好的。OK， 进来参观参观。参观一下。来，谢谢。其实当年主要给他买，就是买这个房子，就是为了让他在拉萨有个根儿。嗯。当时也想到了，有可能买了住不上，就在这边面对的这些环境，那你根本不想在这住。但是你，如果你在这有一个房子，有个家，你就在你的意识当中，你的心理当中，你始终在这有个根儿。嗯，你是拉萨人，对他就是这个，嗯，就这个作用。那也有可能。这些一锁，若干年不回来，如果情况不好，不是很好的话，没有自由的话，反正整个中国就是个不自由的地方，西藏尤其是不自由，最不自由的。藏区比中国更不自由，而西藏比在所有的藏区当中是最不自由的，而拉萨又是最最不自由的。谁呀？谁呀？哎，你好。哦，你好。哎，就等会儿我们已经说了，我们不在家里见面，好吗？嗯。啊，就是看现在已经完美。我们北京的国宝也是这种方式。嗯。就是一个是不在家里，一个是不吃饭不喝茶，在外面随便找，行随便找个地方，行、啊，冬天的时候在车里，现在这天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行，好，行，行，好，嗯，国宝是吧？就是那几个那个扎西什么那几个，和上次那个什么忘归，就是来抄家，我们在他弟弟家的时候，不是他妈家的时候，来抄家的那带队的。嗯，还有另一个我不认识，反正三个人嘛。嗯，这些人你让他进家，他以后就经常来了。嗯，就是你不能进家，家有私人领地，你除非拿着你的证件，嗯，拿着你的相关手续，你可以进来。那我没办法，对。但是你就这么进，我不接待。
意思呢？你不知道，反正就是看着蜘蛛要给他弹那张吧，给他吃吧还是什么，表示好了。挺无聊的。如果要出去的话，他们可能还有点事。嗯。两个车哈，对，有意思。别装拖着你了，就是你，就是你。这次别装拖着。No no. OK. 哈哈。这算吗？这是毛皮，这是毛衣，这个二十八块钱。那二十八块钱，这个是在什么？对，没那么多。Every country is the same. No place is the same.
都拿着伞了。这个就差一个那个什么了，差一个那个。但是，等等，那森尼卡里去过了不？明天森尼没咋当，森尼卡里去过了。森尼爸爸，森尼爸爸，森尼年轻的呢，就像他们那出不赢的，森尼比我五十八岁老爸的都能有，他爸就是不吃了，就吃不起了。老师，老师，空中的四元民，工八的民国不就是的，工八民有嘛的是吧？工八出去以后，人家工八的妈吃的，你在那看着讲啊。啊。你出国是要去参加法会吗？他想去参加法会。今天就他有护照，说是他想去参加这次的法会，不让他去。他肯定这些事情都对他是个刺激啊。今天也是很突然的接到一个电话，就说是，那今天接到电话的时候，刚好正是那个达赖喇嘛今天十人金刚观点法会，是已经今天是八号，第八天，那就是，
对，是第八天。然后这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是法会刚刚结束的时候，法会结束，结果听到消息说是在青海省果洛州达日县有一位藏人自焚了。那就说他当时说的情况就是是在今天早上六点半的时候，那这个自焚的是一个僧人，他穿着黄颜色的袈裟。然后藏人就分析说，因为当时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当时自焚的时候说是他是站在一个就是果洛就是达日县有个中心县城中心一个广场那儿吧，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就是有一个标志，那个标志在那个标志的那个台阶上站着自焚的。自焚的时候可能因为他喝了很多的汽油所以他那个就听得有爆炸声，然后他的有尸骨啊他的身体都有被炸坏的。那七点多的时候就六点多自焚很多也有很那个时候天还没有太亮嘛在藏地的话六点多的天还没有太亮，那也不是说很多人都看到，也没有太多人看到，但是还是有早上专精的人看到了。那也还有专精的人看到之前他去山上去围过山供过护法，就那样。然后下山以后就撒了那个龙大，就是藏人的一个经幡的写的经文的那个纸，然后撒了龙大也喊了口号。他就喊的是希望普朗王国，就是西藏需要自由，加尔木切古兹赤尔丹巴雪，就是说达赖喇嘛祈祷达赖喇嘛永久住世，就是这样的两个人。但是那个火很大，因为他的汽油可能很太多，烧的马上就把它烧的很烧，就当场就已经就牺牲了。后来就警察和武警去说是把他的遗体拿走了，那有一些残骸，就是他的那些碎的那些被也有人打扫弄到什么扔到水沟里面，也有藏人还捡到了他的几块有什么有他的骨头吗什么。那这个就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藏人今天就是果洛达日那边的一个叫达日县嘛，达日藏人就聚集了很多。后来这个事情慢慢知道说这个人是，因为当时先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后来慢慢知道他是当地的一个活佛，42岁这样。那他他是一个老家是在也是在那个附近有个县叫甘德县的一个，那他做了很多好事，说是他平时就是把那些老百姓给老百姓啊，把给他们讲法，给那些孤寡老人来，抚养他们啊，这样，但这次他这样自焚，因为他是一位非常好的活佛，做了很多好事，很多藏人都非常痛苦，说是都云集到那个集合到县城里面，在那个达日县城，包括公安局啊，还有政府门口，就要求归还他的遗体，说是如果不还遗体的话。他们今天要抗议，就是要那种就要爆发那种很叫抗议嘛，就是有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抗议，就是如果不给遗体不行，就这样说了。有藏人越来越多，那当局可能是先是一直没有给，可能僵持了有好几个小时吧，这个过程当中，那老百姓也砸了那个派出所的什么窗啊玻璃啊什么，那现在就把可能担心当局担心事态扩大了，就把这个遗体归还给他们了，还给交给藏人，说是他的遗体都除了头部和胸部还稍微完整一点，就是其他地方都被烧的啊，还有这些不完整了。但是呢，藏人现在就是很非常的痛苦，就是当地简直就是就哭声一片这样。然后现在这些藏人都把他的那个遗体送到他的那个寺院，就在是一个小寺院，就在那个县城的旁边有一个小寺院，送到那儿，正在就现在正在给他祈祷活动，
正在给他就是明天将就给他的遗体做一个好像是一个比较大的活动吧，就搞那种就是悼念啊祈祷啊这样。但是呢现在据说是果罗州的那个军警现在已经都到达日县去了，而且达日县的电话现在已经打不通了，现在也不知道那个情况是什么。那这个朱固叫说吧朱固，他应该是说是从2009年以来到现在资粉的第16位藏人啊。而2009年以来这些资粉的藏人当中从这16位藏人当中，16位藏人他应该说是这些藏人里面地位最高的一个，因为他是一个朱固，就是一个活佛，这是就是特别突出的一点。另外呢他也是今年今年2012年一开始以来第二就是第三位自焚的藏人。1月6号发生过2起自焚事件，是在四川的阿坝州阿坝县。那两个藏人一个已经据说是已经死了，还有一个被带走了，那受重伤被带，现在这个是第三个，那也已经就牺牲了。那这个总共16位藏人当中，现在我们大概知道的已经可能有8位吧，至少8位已经牺牲了，就是这个是个很惊人的一个数字。对，也不知道这个会我想的话这个会在藏地引起很大的一个反响，就是这个而且这个肯定这个波及面啊，现在我非常担心的一点就是说藏人的这种绝望会蔓延。就是很担心，就是说这种自焚的这种绝望的这种行动会蔓延，会不会就是说在别的地方也发生啊，这些我们都很难说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又像到了去年那个时候，又像去年的11月份那段时间，12月份的那个时候一样。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那段时间很怕上网，就是每天因为上网的时候都会看到说这些又哪个地方的藏人又自焚啦，这样就经常会看到这个消息。就然后12月份的时候，因为当时已经很多的高僧大德，包括达赖喇嘛、噶玛巴、仁波切，他们都呼吁，公开呼吁说咱不要做这种牺牲，这种牺牲还是就是要珍惜生命。噶玛巴都说得很明确，就说你还是要珍惜生命，要把因为藏人人口很少，就说你一个500-600万的民族，你这么自焚，这个就说是这个牺牲太大，你不要这么自焚，都劝解了，都劝了，都这么出了这样的呼吁。但是呢12月份的时候，12月1号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发生过一起自焚，就在12月1号，这个自焚的这位藏人12月6号的时候死了。就在这个12月1号发生自焚到现在今年的1月6号，这都一个多月没有发生过自焚。我们真的好像都还当时感觉好像是不是这个自焚就停止了，因为达赖喇嘛呼吁，噶玛巴、仁波切呼吁，是不是就停止了，就感觉到那还是比较宽慰一点。结果没想到这新年才开始，又在，而且这么密集，我觉得这个，而且已经扩大到，你看现在在青海省，这从那个四川，现在整个藏地，就是5省区嘛，西藏自治区也发生了，四川省也发生了，青海省也发生了，我是反正我很不希望在其他省或者藏区看到听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是这个，我觉得藏人的那种绝望情绪真的是，就是会蔓延。今天我同时还接到一个电话，就是这一个接到，那就是说，青海省，就是说阿坝县一个寺院噶尔登寺，那个地方阿坝县是最早开始自焚人数最多的一个地方，然后就说是最近跟阿坝那个噶尔登寺的僧人，就是我的朋友跟阿坝噶尔登寺的僧人
见面的时候特别的就是震惊，就是阿坝县那边的藏人的宗教也好，是那种各方面也好，受到的那种压制超出我们的想象。他说这作为他来说他根本无法忍受，就是说那些僧人好像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和绝望。就现在我告诉我那个朋友说让他把那些都记录下来写个文章给我看看。所以现在到底那边是噶尔登是怎么样我们也还不知道。但是我在昨天晚上看到在脸书上 Facebook 上看到一个那都是几个月前的，好几个月前，去年的一个报道，去年夏天的报道。当时噶尔登是发生去年三月份发生自焚的时候，那个军警简直是就把阿坝县团团围住。当时阿坝县人口并不多，但军警的数量居然超过了当地的人。就在这种情况下，那当时寺院那个周围的老百姓就因为军队把整个寺院围困以后，寺院就都到了断粮的地步，断水断粮。所以当时老百姓就是寺院周围老百姓就为了让那个僧人去那个给他们送吃的那些，甚至那些是那些就为了不让军警这么对寺院这么控制，那些当地老百姓居然很多都是老人老年人，就躺在寺院的周围，就把寺院整为那些老年人就这么躺着，就几百个人这么包围的寺院躺在地上日夜守候，就是怕那些军警对那些僧人那种对虐待他们。就这样的时候军警特别过分，真的，他们放了恶狗，就是放的狗来咬那些老人，咬死了两个老人。这个都是其中一个是当这些是当时咬成重伤以后送到医院里面死的嘛，但是都是那个军犬给咬伤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张迪这么都超出我们的想象了，我觉得这些听到这些的说法的时候，什么军犬去咬人啊，或者我觉得只有在电影里面，在我们在电影里面，在什么纳粹对犹太人或者是什么这些电影里面我们才看到过那些战争场面的或者是什么什么的，只有在电影里面见过的这么残酷的情景，现在居然就在藏地好像就是成了那些藏人天天要面对的生活。所以这么多人在自焚啊，你看我刚才在推特上发了这个，已经现在就那么多条根了，46。Dear Ms. Wazer, I'm writing with great respect and admiration for your advocacy on behalf of the Tibetan people. Your work to speak out and document the environmental and human rights challenges
facing all Chinese citizens is quite remarkable. And the First Lady and I were both proud to acknowledge your efforts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Women of Courage Award here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on March 8th. 3月8日. I very much hope that you have been able to attend in person to see the admiration all of us feel for your activism. You've given eloquent voice to those whose stories might otherwise never be heard. And please know that I will continue to be engaged with American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to pre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spect the human rights of all Chinese. Please accept the included award as a measure of my gratitude and admiration for your efforts. Sincerely, John F. Kerry, Secretary of State.我就想起了我那一年在那儿获奖的情景了，对，特别的感动。很可惜你那个，这个是我们那个 award， 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奖杯，奖杯，对，是这个，很漂亮，谢谢。哇，祝贺魏所，祝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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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时归。吃了进去自助了，对，这是收拾包。藏东西。行，准备好吧，准备好，咱们就坦坦荡荡的坐在这儿等着。我还是不愿意，我害怕。谁愿意啊？找一个大一点的包。没有了，以前那个大包没了。有没有厚的衣服啊？这里面万一有寒流什么的，就拿一个厚衣服，大衣。行行行，这些东西还都有，到时候日坤你就拿去看吧，看看哪些怎么能哪些能用。我把那个要不要拿出来？对，看一下你的包。那这儿比较大。阿伯，您这还挺重的。但是他是这样的，就是你当时走的时候你拿了什么，他一般会让你拿进去，他会给你检查完了，把那个不让拿的给你拿的放在外边。是吗？但是你能拿进去一些，你进去就好一些，不然很多就被抓进去的，很仓皇的进去，进去以后什么都没有，对，非常困难，前面很多天，然后慢慢的开始有人能看了，有人能往里递东西了，尤其要有钱在里面，还能因为它里面也搞监狱的商业，在里面买点什么。对，我这里面还放了点钱的哈，当时给你放了3000块钱，还在不在？一大堆眼镜，你的那个什么，这是纸。
机器就搁在这儿吧，还是就先搁在这儿。嗯。书啊什么？嗯。好狼狈的样子。鞋也放在这儿，书也放在这儿。书能带那么多哈？嗯。书能带那么多？不是，先拿着，他就是到那儿的。到那时候他会说哪个可以拿，哪个不可以。那衣服呢？也许就全衣服拿出来。衣服这个冬天的衣服可能不需要，需要一些小衣服了。那就那个可以，那个里面是小衣服。嗯，就那一件好吧。那等于就拿着一件连衣呀。啊。鞋还有鞋子。鞋不要。啊？鞋子放的。这个是什么鞋？拖鞋。啊，拖鞋需要。这是在宜家买东西的时候带的，一下子就扫了。这样，后来到了那儿以后，他们才说是要给奖什么的。啊。然后我们说，哦，是吗？我还，然后也没说还有谁来，又在那等。这会儿来了几个人，一看。有老艾艾薇薇，还有胡佳什么的哈，嗯，然后还有一个律师，就是给我护照打过官司的。啊，那个律师，嗯，还挺古色古香的嘛。文化。廖一武，文化不是还有一把椅子吗？老廖不是在那儿德国吗？廖宇武就说给他们啊，文华说如果你在中国要是被关那个的，我就给你寄过去。但你现在已经在这了，就不给你了。老廖宇，哦，维瑟，柏林的天空给你问好。梦黄，哎呀，2013年4月6日，柏林，还画了他的失乐园吗？还是画了柏林的城市轮廓？哎呀，这个画的太好了。来吧，给你放到这儿，到这儿来坐一下，来吧。嗯，还不算空椅子，还可以坐下去。别摇晃。不摇，其实一点都不摇，很好的。是吗？很好吗？有一点摇。小心一点，我拿一个相机。嗯。那刘晓波那把椅子在哪儿啊？你站在这个边上，侧面。对，好像刘晓波的空椅子一样。他坐在那儿。路透社的记者来访问的时候，就是采访他，就是为这个奖。那时候他们已经把那个这门看起来了。那些警察都在这门口，然后下面是，收房，就是那个保安房那儿，一群，戴红袖章。然后在这个我们这个单元门口，是有两个戴着红袖章的，拿着本儿，登记所有的那个住户的进出。哦。所以那些住户都从来没见过，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进这个门还要进出，然后那个大门也看着，这边那个。进车的那个路口也有人看着，我的门口也坐着。嗯，然后那个路透社的记者过来，车开过来转了一圈，他们在转着一圈的时候就把这些全拍下来了。明明知道进不去，但是非常的那些记者很能钻啊，就立刻把车就这样开出去自己找，最后就找到那个前面，这就是，哎，前面是这个胸科医院。嗯。胸科医院，他开到这个胸科医院的院子里头，然后就开到这个水塔这儿。对，水塔旁边那有一条，有一个，那有一个小路口，他们就把那儿停下来，然后在那儿把机器支上，打电话，说让在窗口跟他们来交流采访，用电话里面。我结果就是就从这儿，这电这这个啊，对，我看到你那个照片。这个窗户根本看不清楚嘛，就从这儿把这个窗户，嗯，这么打开。你看我从这儿
啊，我从这个里面钻出去，这样钻出去，然后站在那上头，他们在下面支着机器，嗯，对，用着这个电话，然后他们拍着，这样采访。对。这采访的效果，结果他们认为特别特别兴奋，这些记者认为这比那个进到家里来做的这采访要好多了。在一个有北京这种典型的那种大楼上啊，摇上去，然后那个楼也烂熟熟，然后一个非常无助的在那拿这个电话站在一个窗台上，这不叫阳台，是窗台。对，我正奇怪呢，我说你们家怎么变成有阳台了，我说我也没这个印象。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在搬来的时候，就那个架子都是我后装的，就为了有时候偶然出去装点放点东西啊什么的。本来当然我最早设想说是不是能坐在这儿当个小阳台，而且让我钻出去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在笑，我觉得有点像在演戏。而且那天我根本没想到他们会来路透社的记者，因为他们晚上的时候之前跟我联系过说要来，我说可能你们也许进不来，他们就没管。早上九点了我还在睡觉。然后这个记者就是在这儿采访完了就跑去参加这个新就是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维瑟多次就涉疆问题发表歪曲事实的言论和文章，攻击中国的民族政策，煽动民族分裂情绪，破坏中国的民族团结。美方向这样的一个人授奖，无异于公开支持他的分裂中国的言论，明显违反了美方多次重申的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独立，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中方已向美方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我们要求美方恪守承诺，纠正错误，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以免给中美关系的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